电磁石战士是一个很神奇的卡组，磁石们用了2年，读完了9年义务教育才发现，哎，原来这磁石可以生电的。过去的一群磁石啊是磁小鬼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啊是电耗子，通了电的磁小鬼。啊，可能有人说了，那有没有磁大鬼呢？有的，前段时间我还在菜市场见了几个，啊，嚣张瞧不起人，没毛病啊。而这磁石女武神啊，可能是在墨菲特这种石头人眼里呢算是美少女。啊！但是在通了电之后，还狂神，这下变成疯婆娘了。大概是啊，把脑子给电坏了。作为啊 Yuki 的招牌卡片之一，这次出来还是沾了点儿情怀的。可能有人说了，这叫什么情怀呀？冷知识啊！除了游戏，另外一个使用磁石战士卡组的人是三泽大帝，这是不是情怀就瞬间解释的通了国服对三泽的执着程度？想要闪耀的三泽大帝，老想闪耀的三泽大帝。太他妈闪耀的三泽大帝，这是动漫里的三泽，这是游戏里的三泽。别的卡片有的是文本看不懂，但是这边不一样了，这边可能是卡名都看不懂。但是好在咱们是高文化 UP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程度的东西还是能认得全的。磁石战士 A， 磁石战士 B， 磁石战士 Y 啊，磁石战士少一撇的八啊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我只是把知识还给了老师罢了。那整个卡组感觉上很强，打起来也很强。但是就是在很多小细节上就跟便秘一样难受啊，就好像女朋友啊是漂亮的 coser， 但是到了晚上才发现啊，这不是女朋友，是男朋友。这种卡组一般我们称之为啊 T1.5， 大概是天国的电池对这群石头人降下了赐福，获得了新的力量的磁石们瞬间成为了环境的新主流啊。只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叫做啊主流一会儿啊。为什么这种时候我会想起来运营一半？磁石的定位啊，就跟鹅厂出游戏一样，给人一种很眼熟的感觉。乍一看啊，一模一样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感觉。但是总有些地方都不对味儿啊。出之前看了一眼，哇，出大哥，多重炸，王宇出小弟，下回合接着复活大哥，这不就是青春版的龙骑士吗？那边是人骑龙，这边是实体蜈蚣，甚至王宇三怪叹息之强的还能炸后，这一出来不是立马改变环境，然后。就标准的鹅厂操作，超了，超出那味儿了，但是没有超全，泡面调料包全堆上了，但是中间的面饼是小浣熊干脆面呀。龙骑毫无节制，炸炸炸，墓地有一堆资源，这叫什么？年轻气盛，有颗好肾。磁石登场就把墓地资源榨干了，一股中年人的无奈，看着面前白花花的卡片，只能啊捂着腰子叹气。龙骑炸不了卡，那要改构筑，这边炸不了了，要去看男科呀。最关键遇上会，他甚至还跟你玩寸之挑战，这1600就是不打他，就是送不掉。想要炸卡吗？我偏不，墓地的资源一滴都不让你补充，那能怎么办呀？那只能祈祷对面是个可爱的妹妹了呀。这样起码自己的寸之挑战还能稍微舒服一点。大哥出来了，一枚子弹，二枚遗言，前面操作了一大堆四舍五入，他不出了个青眼白龙，还不如他妈直接召唤个海马人呢。多卡换一，这我说，这不豆子哥招银河眼的操作吗？龙骑被破坏能叫长枪，下回合接着出土枪，我们电磁石也一样啊，还能叫三个呢。只不过不是还能叫三个，是只能叫三个呀。想展开必须出四星磁石，一出他就送不掉，占一个格子。别人是被别人看着尿不出来，这边是被别人占着格子生不出来。那我大哥王宇不出三个，出两个不就行了吗？不过可惜这玩意儿脑子触电了啊，就是这种反应。我不会，当年老师也没教过我数二啊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数数的啊，单儿对儿三带一啊，被破坏了直接难产，得了，这下不只要去看男科了，那甚至要去看妇科哦。我懂了，磁石大哥其实是服他，但是你要是说这玩意儿啊弱也不至于太弱，要展开有展开，打资源了也能打，顺利启动高强度炸卡，前后通吃，场地提供的战机结场也很有说法，即使是吃坑啊也能打资源差夺回优势。
是，但是启动过慢就得带坑，文场大哥吃坑就死，就得带风带枪保驾护航，带啥就很成问题啊。然后写信啊，花里胡哨，恶人之爱，穿房的一个大逼兜，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其实无论是三金还是磁石，强度也在预期之内，三金有二速炸卡，磁石顺利展开了，强度也毋庸置疑，但是跟主流又有些细微的差距啊，所以这个包整体啊就只能说是还行。对，就只能说还行，你不能说高也不能说低啊。不过仔细想想是不是还有个卡组没说呢？点赞过20必出下一期啊。对，没有口误，20啊。喜欢请啊务必3连关注一下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。我是青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